所以看见面，俺就是做的是一个沙子的一个缸子，我眼睛里看沙子就是一个，整一下就是一个那个大行业，一个深的这种，然后就是这样的，叫大行。 这个是。 脚底下是木头泥，它大力，快，这个是烂劲儿，你看它大的声音有多大，它一步一步，劲儿发的就挺长，再去了。 小木腿一样的，小木腿一样的，短裤，短裤袖，全劲儿的，挺小的，还是力量很大，这个，这个，反劲儿，也不是说，也不是说，也不是说，这样有个命劲儿，你看这。 多练，多练。这是没劲，脚底下打卡呢，不是多练。再练劲，它是连哈胸，感觉能容易实在，感觉容易实在。